报一个朋友，真侪年之前有出一场意外，伊甲过去代志拢放袂记啊。我想要问讲，像这种情形，以后伊敢有可能阁想起来？因咱人的脑是足复杂的啦，要经过详细检查，才来判断啦。所以讲，我即马暂时无法度正确答案呢。哦，安尼啊。多谢医生。啊，袂啦。其实这次回来台湾啊，除了公司的代志以外，最主要是要医生看啦。啊，就较早捌发生意外啦，昏迷一段时间，啊，醒过了后，啥拢袂认的。后来肌肉慢慢恢复啦，啊，不过煞有头痛这后遗症。后期服务社长拄则讲的朋友，敢会就是后期社长？医生。彭总组长，医生啊，真感谢你啊！阮冠杰才会当脱离危险，免客气啊，这阮该做的。啊，虽然讲冠杰即摆精神啊啦，啊，不过即摆煞变作无多讲话，所以我是要请教讲，伊即摆到底是安怎，啊是伤到位啊？因为哦，恁后生哦，我咧甲急救的时阵啊，我有甲插管啊，所以讲造成伊声带哦有出一寡问题啊，但是你放心啦。那好好静养哦，绝对是无问题啦。即卖上重要是病人爱好好静养啦。假使讲哦，伊若是要去啥物所在，还是要见啥物人，那安全无问题哦。你落去试看卖啊，无得讲哦，这对病情帮助哦。想要见啥物人啊？洪堂组长，还有啥物问题无？摆出两面，我一试。阿吉社长，你吃过？啊！啊！就这桌，等下台湾第一个吃啦，一招就掉的啊！医生，我阁有一个问题想要来请教。若是讲有人容易过去所有代志拢总放袂记，这敢会影响到伊的口味，还是讲家己爱食的物件拢会改变？因为哦，咱人的头脑哦，有负责记忆啊，嘛负责气味啦，这是哦两种无同款的所在啦。一般来讲啊，那失去记忆的人哦，应该是袂影响到伊食的习惯。哟，安尼想起来，我甲陈正辉唔呐生做熟，连口味拢同款。天高下敢真正有足拄好的代志？啊，是你哦，你哪里吃？哦，你是进前伫地君庙的迄位小姐？那也真尔拄好啊！是啊，咱真正足有缘的呢。顶摆哦，多谢你的斗三工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恁翁尾仔敢有找到啊？哦，有啦。啊，戴军哦，真正足灵性。顶摆拄到你无偌久，我都找到啊。找到啊？也毋过，伊已经过身啊。啊，哪会安尼啊？伊伫东南亚，毋知是啥物原因过身的，啊，经过二十几年，国际志工才找到我，把伊的衣物交好我，可能最后人是待伫倒位，拢毋知影。你慢慢想过艰苦啊啦，想袂到等二十几年啊，最后是等到这款结果。也毋过想无。你即摆已经有一个答案嘛？袂参像进前，你毋知影伊是生是死。你即摆已经知影，安尼以后就毋免阁等啊。无啊，我即摆哦也是伫等。小姐，你人生都足水的，阁善良。我甲你刚才见过一摆面，你还阁对我遮尔啊关心，真正让我感觉足温暖的。你若是知影我对你做啥，你就袂讲我善良嘛？想叫我甲你同款，你有偌爱你的正辉，我就有偌爱我的 Yosuke。可能我甲你同款拢是查某人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。管哪，也是多谢你，希望你一切平安幸福。
多谢，你也是哦。我先走。江小姐，请你原谅我的自私，也不过我无你这么坚强，我欠你的只有后世人才能还啊。呀，冬雨，我去逛街哦，我看一件洋装，你去帮我替我看一下，看有好看无？这里，恁两个是在看啥？目睭这条道理？无啦，伫咧看这网络上好笑的梗图。冬雨，你敢有感觉足好笑的？你是不是想袂到伊安尼做，甲伊平常时讲的话哦，拢颠倒比对吧？袂，你安尼讲我足好奇的呢，我也要看。袂用钱。这哦，是阮女生的秘密，男生袂当看，嘛袂当听。而且今仔日真无简单，阮两个人拢有闲，买 Woman's Talk。哦，啊那安尼，我就无叫了恁姐妹啊开讲啊。啊，若是搁要食啥，你去再甲我讲。好。相片是谁传给你的？我翕的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你想要啥？冬雨，你真正是一个会飞上枝头当凤凰的人。你起后阁有手段，马上就会当抓到我要讲的重点。安迪副总，把 Luxury Villa 交予你负责。你只要替黄玉生调这个 case， 相片我就删掉。为着黄玉生。可有需要做干呢？不是为着伊，是为着要甲维云斗相共。之前维云落体，啊，伊妈妈身体阁无好，住伫因大家遐。伊伫个厝内底一点仔地位拢无。假如讲黄玉生会当摕到这个别墅案的 case， 因大家一定认为是维云的功劳。安尼伊伫个黄家，日子是毋是较好过？以两个人的关系，你只要帮忙讲两句话，安迪副总就会答应啊。你甲我云斗相共，应该有其他的办法啦。这就是上好的办法。我无想要阁欠安迪副总人情啊！啊，拄则你嘛看到，我想要好好甲做做伙。维云正前为着要替安迪副总做事，去暗勘，互恁爸迄200万的代志。伊就无法度做经理啊，嘛因为安尼受到刺激，囡仔才无的。你敢无需要好好弥补伊一下？美英讲了无唔对，虽然我甲200万补起来啊，啊不过维云升职的机会，还佫巴肚内底宝宝拢袂佫冻转来啊。我试看卖。赶紧吃。喂，好了，我等你过去。你来拢无吃，是要补回去哦？唔免啦，冬雨拄只接到电话，要去公司无闲，对无？冬雨。那咧冬雨，我要补用了啊，等一下我送你去公司。唔免啦，拄好我要去公司的附近，阮两个人坐计程车就好啊。我无闲，所以才打电话给你。想袂到咱姊妹仔情遮尔脆弱，竟然变作互相利用的关系，真正让人足切心的。我就是讲，我会当放下自卑，
来到你的世界。啊，不过安迪，愈我经历，我愈发现我心内爱的是紫薇。我到底应该要怎做？冬雨，你若无介意这个手表，我摕去退掉就好啊。你莫用这种感情看我好无？感觉残秋，你怕什么离开我？安迪，是的，你的感情我无资格接受。等代志结束，我就会回去自卫身躯边。你要骂我，要恨我，我不会一句怨言。安迪，未来 case 更袂当和黄医生互证。虽然迄两百万我已经给公司啊，啊，不过我云的升职机会，还佮伊巴肚内底的宝宝，永远都无可能佮倒转来。我感觉对伊足亏欠的，所以真系想要替黄医生争取这个机会，希望你会得到啥个？伊对姊妹啊，拢比对我佫较好。啊，是咱做姊妹啊。你明明就知影，我刚才想要做你的男朋友。黄医生的代志有淡薄仔歹办，不过我会尽力去试看卖。想叫我的女朋友这么善良，为着这么的代志，这么艰苦。我根本就无遐尼善良，也毋是因为梅艳威胁要甲咱交往的代志甲做讲。那呢？你敢会当接受我的礼物？就修理的。哦，总算来啊！害你袂等到会开红包去啊！好运就了。真的，我的哥。可能会反背我，一定是做安迪隔壁的，真正受过苦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安迪，我无值得你对我这么好，你应该去找其他更加好的查某囡仔。我袂败啦，我着爱你，你就是上好的查某囡仔。我这段来走了。等我走了，我再陪你一回，好不好？来，跟。我讲今嘛就今嘛。冬雨，今仔日的约会行程就是陪你躺单。等你刚刚会落雨，你不是坐古装的车较舒适？我当然爱坐阮男朋友的车啊，就算要落雨，也要跟你做伙安好。这个手机我刷袂久，替你准备。是的啦，等我以后若是赚到钱，我一定会报你。我相信你。其实手机也是啥物的，对我来讲都无重要。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希望，会当有一个真正的家。今仔日嫁予你了后，就是遐呐。我甲冬雨绵绵的，叫你要好的。咱面面就讲过，只是人除了对方，无可能去爱着别人。冬雨的心到底是啥物时阵变的？我竟然拢无发现。我这个男朋友到底是咧创啥？是毋是我无够好，无法度让冬雨想要爱的一切？我常常苦苦讲爱伊，煞无法度替伊遮风避雨。冬雨。我的人生有你陪伴，才有法度走到这。若是失去你，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走下去。